哇哦，在我乡的，在阿里山我吃火锅，太爽，我觉得真的可以骗德国人，真的没有办法跟卤肉饭或是卤味比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品牌的蛋糕做得很好。你好，嗨，大家，我是 Elisa， 我现在要来做晚餐，然后我今天想要来煮这个姜母鸭汤面。我不确定我老公在那个台湾有没有吃过姜母鸭，所以这一次很有可能是他第一次吃姜母鸭的食物。因为这个姜母鸭汤面是素的，所以我不确定他吃起来会不会跟一般的姜母鸭是一样的味道。欸，其实跟煮泡面蛮像的啊，但它其实不是泡面。然后你里面也是可以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食材，所以我打算就是煮这个汤面，然后加一些蔬菜，然后跟放一些新鲜的姜进去，我觉得可能味道会更好。然后另外我还要来试吃看看这个蛋糕。我老公说这个大象已经非常久了，从他小时候就有。然后这个品牌，我目前吃过他们家出的蛋糕，没有一样是不好吃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来德国去超市的话，可以买来试试看。打开是这样，超可爱的。把包装打开之后，等它解冻3到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超像那个生日蛋糕的。好，那现在就等3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我现在来备料，准备要放金针菇、蘑菇，一点点这个沙拉，还有这个花椰菜。我备好料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要来煮这个汤面。然后它里面是长这样，我觉得蛮小包的哎。它里面总共有1、2、6包，所以我想说煮个4包吧，因为我老公这个一定吃不饱。超好奇的，这种是全素的吃起来味道到底是怎么样？他说一包要加500cc 的水，所以4包我就加2000，这样水多一点也比较好加料。老公回来了。You take me now? Yeah. 你在发芽喽，爷你好。有点小了嘞。可能有一点小。对。可是我可以吃2个、3个。OK。对，然后我还有一些那个料。Yes。啊。我很期待。刚刚把面跟那个这个青菜放下去，可是好像没有拍到。好，总之就是它那个面长得很像干拌面，我可以开另外一包给你们看。打开是像这样子，很像那个干拌面。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放那个花椰菜跟香菇，是因为花椰菜是冷冻的，所以它要大概要煮8到10分钟，所以我就先放花椰菜跟那个蘑菇。我大概煮个10分钟之后，我就放面大概煮3分钟就 OK 了。等面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加一些比较快熟的金针菇，然后里面有这个酱包。哦，还有那个麻油味，好香哦！我觉得我老公应该会喜欢哎。好香哦，你闻到吗？好闻呢，好好吃。要等1分钟。啊，我老公在看足球，所以我还要等他。来了。哇哦，嗯。
要那个啤酒吧？好，好，啤酒。煮好了。哇。可是这个蛮简单的耶。Yeah?就蛮像煮泡面，只是你再把那个料放进去。这个很像上次做的那个当归，不是我上次煮了一个东西。对对，很类似。对，可是我上次做那个比较复杂一点， okay. 因为什么都要自己弄。可是看起来很专业的。对啊，看起来你可以卖，可以卖掉，卖给我吗？哎、欸，你有吃过姜母鸭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这个让我。像那个在阿里山，我吃火锅，可能你是吃类似的东西吧。嗯，你喜欢吗？嗯，好吃吗？我很爱这种，就是有中药的东西。哇、wow、哦，这可以买哎，下次我要再买。Really? 真的？嗯，这样多少钱？它一盒有六包，11欧这样子，还是12欧 ？OK， 呀、yeah?。所以一包大概2欧，但在台湾买的话更便宜。OK， 嗯，因为它是台湾不便宜，可是好吃，我觉得可以接受啦，一包一欧多，我觉得还 OK 啊。你想想看，你去外面吃就要花多少钱 ？Exactly， 嗯，然后我非常爱吃面，你知道？嗯，啊，想到了，我上次是做麻油鸡面线，嗯，味道很像，太爽，好像你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喜欢的味。让你想到台湾吗？算是也不算是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这一类的东西、啊。OK， 嗯，哇、oh, ，good。叫你吃的话，你会特别想吃这个吗？我喜欢，我真的喜欢。嗯、那你会特别点吗？如果你去一个餐厅，要看这家餐厅还有什么可能。嗯，可是我喜欢，我很惊讶哎。然后先说一下，这个不是业配，是我自己买的。嗯，虽然说它里面没有鸭，但是它吃起来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像，汤、yeah. 头很像，嗯，跟餐厅一样好吃，嗯哼，真的，嗯，真的可以买，我觉得真的可以骗德国人，真的，是啊，对，一碗可能8欧，有可能这样可以哦、喔，这样子，嗯，搞不好也可以卖到10欧哎、欸，那我们会赚很多钱，哈哈哈哈。好热哦 ！Great， 吃完马上的温暖。我觉得外面很冷的时候，这个刚刚好。这个就是冬天要吃的啊。啊 ，OK， 真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都会去吃姜母鸭的火锅的地方吃。在哪里可以吃？台北蛮多间的吧 ？Yeah。嗯，我们以前没有去吃过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I don't think so。对啊，我从来都还没吃。好奇怪，我怎么没有带我老公去吃过姜母鸭，还是羊肉乳？你有吃过羊肉乳吗？也没有，这个是非常台湾的，非常台湾的食物，我觉得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可是它这个面，我觉得没有特别。Yeah, 可是汤好吃，汤对汤真的很不错，然后面就也没有 Q， 一般 ，pretty good I think。哦，我已经流汗了。嗯、我是觉得好吃的姜母鸭，它的姜的味道更重。所以我刚刚就自己又加了一些姜下去，吃光光。嗯，好，我现在继续吃，然后等一下来吃那个蛋糕。啊，对，然后这个蛋糕，我刚刚发现，你说这个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卡通吗？不是卡通，这是一个 audio。对，我们德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大象。Benjamin Blümchen， Little Flower。嗯哼。可是它不是大象吗？但是，然后我刚刚还发现它里面有那个故事哎、啊、真的哦，超可爱的，那么好，这超适合买给小朋友的。Yeah, I love it。这个就是针对小朋友的产品。yes， 应该说算是有声书吧。我猜这个应该是玩具。哦、cool， 好可爱哦。Perfect。Oh， this is great。总共有三种不同的喵图案。我是 Benjamin Blümchen。好，那我继续吃，因为蛋糕可能还要再等个一两个小时才可以吃。Oh no, really? Yeah. Oh God, I was so looking forward to eating now. 没办法，你要休息一下。Okay, now 我休息。Yeah. 好，那我们待会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ay,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，我老公准备要切蛋糕。等太久，我没有力气。你刚刚不要骗人家，你刚刚偷吃那个甜甜的。对 ，OK OK， 那我还要力气好不好？然后刚刚我老公吃完那个面，他说
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。Nah, it's good, but it's not like wow. 没有办法跟卤肉饭或是卤味比，对不对？ Exactly. Yeah.卤味跟这个面，你一定选卤味。Of course, there's no question about it. 真的很像要过生日哎！你给我好了。现在已经过生日 ，like your birthday, your birthday. No, it's too early. 还是我继续过生日。Yes. 在德国，你不能提早过生日，或者是提早跟别人说生日快乐，这个是非常大的禁忌。如果你跟德国人提早讲生日快乐，他们可能会跟你绝交。因为 bad luck, right? 对，不好的运气。你为什么一直让他跑掉？他要看那个蛋糕哎。你看那么漂亮。那我们吃。好 ，Benjamin Blümchen， 我们做爱的大象。很像给。这是他的蛋糕。他们已经看过一百次。Yeah, because 他们已经想念他。啊、你们已经想一分钟没有看到，你们嫁给我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这个蛋糕，这个好少女的蛋糕。我当上个少女好不好？应该。里面有一点巧克力的内馅、很绵密，然后奶油也不会太甜，很绵密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。樱桃的，就是我们之前买的那一款，那一款是我觉得最好吃的。This is like children will love this。嗯，就小孩应该超爱。吃蛋糕，等三个小时很不好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还想看我们挑战吃什么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安赞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Cheers。Ciao。你在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要跟家里跟家在干呢。那好像你喜欢吃哎。对。